好啊。你是怎么考上的？你学习真的有这么好？我数学，我全国二卷124分。我怎么有点不信啊？我真的，我数学贼好。大家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峰，一个明星，我是一个明星，没。旁边的是谁？对象吗？对。这一把输了的话，问你三个问题。好，你这，你这把输了的话，你去做。王健现在还在家吗？王健在家呀。王健不有对象了吗？现在我是孤身一人了。你去给我去偷闻他的鞋，闻一次，然后嗅一次，说一个菜名。嗅几次？闻几次？嗅五次。嗅五次。嗯。行。行。好，闭麦，小峰。闭麦。我好好跟你打。好。你好好跟我打行。真的，我们河南卷真的很难的。我用我下半生的财富发誓，我数学真的考了124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高中数学老师住我们家楼上，然后你天天，然后我每次上学，我们俩上学时间一个点儿，然后就在电梯总碰见他。如果不写他的作业，我就不敢见他。然后我就其他作业都不写，就只写数学作业。他每次发卷子巨多，大家都写不完，都互相抄，然后我就得把它写完。河南是一卷，其实我当时提前自主招生也进了一个大学，嗯，然后没去，跟老师吵架就没去了。为什么吵架呢？因为他老师说，他就直接骂我，因为我迟到了。谢一晨，哎，我之前我迟到我都骂老师，我就跟他对骂，然后就让你不用来了。我说我还是不爱上那次你知道我那天迟到，我到班里面特别生气，我把书包一摔，我就对着我班主任说，都怪你。谢谢雨涵送的兔子。哦，你迟到了，你把。所以我说，不怪你每天查车到查那么严。我今天骑车特别快，我都差点撞到了，然后怎么就把他凶了一顿。然后他就一直在笑，他说：“哎，好，赶快进去坐吧。”然后就没事了。嗯。他说你开始编了，没编。我没编，我真的听得出来是实话。哎呀，姐妹上票吧，他都三千分了，不是骂老师的还行，因为他那个老师不礼貌，知道吗？班雨桃。那李佳华集美大学的，嗯，他哪一届的？你跟他不是同龄人，你不用知道。他比我大还比我小？他比你大。哦，因为我上学了，天天跟集美大学的人一起玩。谢谢送的兔子，咱们上上票吧。李佳华96，我也97的，一样吗？李佳华，好吧。那我们俩应该是同就是同年龄了，都在集美学村。差一届，嗯，他95的，他道理就是说报给你们的真实年纪是什么时候？啊？小峰吃不了辣，然后我只放了一半的那个火鸡面的酱，吃太辣的话不方便吃饭。谢谢雨涵，谢谢贝贝家送的电话亭，谢谢雨涵送的这个，谢谢生蚝，贝壳，一分钟了，你们上了票吧，9000人，刚刚已经1万人了。大家没给我点关注，点关注。怎么还是22点？啊，21点。谢谢路过我的谁呀？送的热气球。哎，感谢93X送的跑车。行吧，咱们再反超一下行吗？还有30秒，我们冲一冲。咱们还有30秒，冲一冲行吗？
一百万赞了，这个赞可以啊，一百万赞可以，牛逼！谢谢雨孩送的兔子。哎，感谢格格驾到送的热气球，谢谢路过我的人生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了。谢谢我路过的人，谢谢构思送的浴盆，你们一转一秒，漂亮。这个秘密我直接带到老。哎，感谢。哎呀，掉地上了！我掉了个车到地上了。我也是。哎，先别送了，嘉年华别送了，这会儿送什么？问几次？三次？五次还是三次？五次。没事，娜娜，咱们谢谢榜一，谢谢娜娜，咱们感谢一波榜一，感谢一下榜一，咱谢谢妈妈们，谢谢娜娜点波关注，谢谢构思，谢谢那个，谢谢贝贝家，谢谢王建的谢杰，谢谢果敢，谢谢韭菜菜，谢谢多来一看，谢谢路过我的人生，谢谢猪猪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进来千人。这是新的，你换一双，你换一双。这还新啊，这他穿好，他洗过的，穿好久了。换一个就是说看起来脏一点的。对。这个吧，这个够脏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好臭啊，看着。火鸡面。端菜鱼。糖醋里脊，锅包肉，螺蛳粉。行，行，可以。他这个鞋吧，就是都还行，就不是说，只是刚刚好，就一点点味儿，味不重。行，那你们两个甜蜜直播了，今天就是说、啊，哎呀，我现在感觉身边的人都谈恋爱了呀。你也快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差不多多少距离了？真的假的？嗯。你会算命吗？你能看出来吗？对啊。谁呀、啊？和谁呀、啊？陈绿啊。陈丽的话，他受不了我呀！我走了，小凤。好，拜拜。你俩先播着吧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走了。别说他跟陈丽是挺配的，他跟陈丽很配，感觉。吓跑了。那个怎么说？好闺蜜，我的好闺蜜，怎么说？好闺蜜，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。我觉得像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像那个黄鹤楼里边那个倒水的那个长湖倒水的那个小哥，你知道吧？一个1500呢，还不够。一个1000，你看这得干啥，对不对？端茶倒水，洗脚吃饭，还得伴舞，拍视频还得伴舞。这要求挺多呀，又来杭州，我一直在杭州啊。行，下个月给你涨到1800，行吗？下个月给你涨1800。大姚没直播呀，看他。大姚直播了吗？大姚今天没播呀、啊。哎，你还跟可乐连呢？可乐是北京的朋友是吧？嗯，你怎么知道？嗯，不是朋友，算不上朋友，是他，是小黄豆的。
逃闺蜜日。逃闺蜜日。前一秒还看到他了，兄弟们。郭老师一张嘴就疯。他才刚开播呀。他不是经常这样吗？不至于吧。疯了。这一次这么慢，就没我刚看他上播。笑吐了。第二，请碟儿，请碟儿，请碟儿。会不会接啊，今天？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啊，他在试衣服呢，兄弟们，他在卖衣服呢。被官方削弱了。他在试衣服呢。哎呀，好不容易解封了，没什么人可以连。蓝宝源没有开播啊，黑皮算了。我们连杨幂吧。三梦七月，我真的很想跟他连一把。你连一下试试。PK 中。他在 PK。那你连那个谁？袁娅维。算了，他没有蜜姐火。嗯。他没有蜜姐火，你发现？啊，河南老乡啊。林个人还播。林梗是谁？林个人还播。不是你瞧不起谁啊？不能理解，你说你有一个人你播你都可以。你刚上播。你要上好久了他。一个人坐那儿干嘛呀，主要是关键是。对着屏幕跟官方说话，对，跟自己说话。你第一次直播多少人？几千吧。这么火、啊？对啊。总得有粉丝基础再直播吧？哪有人就先开直播然后再那个的、嗯？哦，我跟你说，我很早之前。你熟。说什么？但是乱摸。不能摸。违规啊！万一。兄弟之间看一看就是。那个肱二头肌练的怎么样，这有错吗，大家有错吗，我就想就是说看看他的锻炼成果。胡灵胡灵的万人迷姐夫不吃生蚝，我不吃火鸡面的，我吃不了辣椒。哎呀，你要干嘛呀，为什么这个绿色的叶子这么，我认真总得拔出来一根菜，就是这个绿色的叶子，这是把它挑出来吧。为什么这一包里面有绿色的叶子啊？是不是我洗杯子没洗干净啊？你里面装什么了？原来装青菜了，装剩菜了。屁！你这不都是人吗？随便连一个。哎呀！这好久没开播，耶！耶！刚一下子脸怎么突然一下子空一下？因为没弄到美颜。耶！耶！你给他上我后面去，你的脸就会小很多吧。耶！你就这样跨着我坐。跨着我坐。小陈。耶！这个瘦脸有点畸形了吧？嘲讽我，在嘲讽我。耶！咱们几点出门来的？11:20。11:20，对。然后过去要多久啊？过去要30分钟啊！我们至少得留10分钟上楼吧？谁跟你说？谁跟你说去来福士要？你相信我，真的有吧？真的有。Please trust me. I'm always true of the world.